去游了，我要出去玩喽，我要出去浪喽，我要出去吃好吃的喽。一起出去玩吧。安全抵达福州，现在在大巴准备去酒店。看一下我的窗外，妈呀，这下面应该是个公园，然后那块儿可能是个学校吧，然后这就是福州，感觉住高楼层这个景还真的是不错。然后我现在要准备稍微洗漱一下，然后就出去吃个饭吧，真的是快饿死了。来了福州，怎么能不去三坊七巷？应该这么念吧？看一看，差不多就应该已经是这儿。然后其实离我住的酒店还是比较近的，这边就是纯商业，还有优衣库嘞，它估计可能就是在商业附近。然后我就看一看，哦，这些是好看的，下雨天真的是出来逛景点就是很麻烦，因为你要拿雨伞，然后你还要小心你的设备被那个被雨淋湿，就非常的麻烦。在网上面攻略上面说有一个像心形状的树，还能找到不？就这种仿古的这种街道。啊，嗯，哎呀，因为我刚刚在携程上面还买了他们的一个票，可以看一看吧。现在的空调也让它变得很